一起，一起，一起这样子啊。你是在讲啥啦？就是、欸、他每次现场有翻译吗？就是一起，一起，就是弄很好这样。我觉得弦乐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一个乐器。这次我可以跟台北爱乐合作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阿兰，嘿，你好，那很开心见到大家。我这首是唱 R&B， 周杰伦写的那一首歌《世界末日》。在人生的际遇碰到一些失败跟挫折，你的内心会崩塌下来，就像世界末日。我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其实世界末日不是绝望，而是新的希望。今天进入彩排的时候，在那舞台上，我看到大家去完成这首歌，我其实超激动的。我真的很珍惜这次的合作，就会想说，我能不能唱到跟他们一样，这样，甚至让他们因为我的关系被感染，然后我们一起做到更好，这样子。这次的合作有压力吗？是老师，那个乐器都是做到很好，那个起承转合，所以会比较去想办法，一起结合他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要融为一体，变成一个完整的表演。对，就是我们一起这样子啊。你是在讲啥啦？就是、欸、他每次现场有翻译吗？他每次讲很多，然后我接收的很少。对，我也是。好，我大概就是一起，就是弄很好这样。好，一起要弄很好。我们来马上来看看阿兰跟他的这个合作团体有没有一起弄很好。天会归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进入他一个擅长的部分的时候，那种冲破的感觉，掌控得很好，很稳定。我觉得他今天已经给自己做了很多尝试了。嗯，我觉得很不错啊，就是到中间变奏的时候，那种就是 R&B 的鼓下去。想哭也就再没有你的黑夜，可能就是你最熟悉的那种感觉啊，觉得很对味。今天是最抒情的阿兰，而且非常适合这个编曲跟那个氛围，超厉害的，超厉害的。而且我就可以感觉到你在这里面是美梦成真啊，你在跟大家分享你的美梦成真。在我当兵退伍结束之后，我其实原本要去当公务员，念了几次书，我就是很不喜欢念书，我觉得我就是要做音乐。除了音乐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。前几次好像给人的感觉，或者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好像不太亲近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就是我做音乐的目的就是想要感动大家，不管是什么形式。Don't be afraid, I'm not afraid, yeah, I'm not afraid, baby, I'm not afraid. Don't be afraid.